崇拜当中，潘秀霞欢喜快乐地在台上带领众人欢唱诗歌，寄望能从上帝而来的喜乐透过音乐传递开来。来自屏东县嘉东乡下的他，在他开朗的外表下，很难想象从台湾尾来到台湾头的求学生涯中走过一段灰暗忧郁的青春岁月，但却也是改变他一生重要的转捩点。秀霞姐，你是一个生长在台湾尾的孩子哦。那么北部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很难想象，这个屏东嘉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屏东嘉东非常非常的乡下，有人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在40年代，经济物质又更缺乏，然后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乡下，只有一个可能有公路局，有车站啊，那其他就是。农作物，稻田，所以当时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哦，非常穷。因为父亲就是母亲遭罪嘛，那父亲回来回到家中什么都没有，那就是靠着双手白手起家。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哥哥，那回到爸爸这边的时候，从妈妈那边回到爸爸这边的时候，妈妈怀孕我了。所以就生下我，所以那时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你们那时候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哎，旁边就是牛棚，住在牛棚的旁边，就是稻草茅草屋。你们住茅草屋啊？对呀、啊。下雨怎么办？下雨就听着滴滴答答咯。啊，真的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还有很多这个农作物什么都是靠赊账在农作的，对不对？没错，前几天还听我妈妈说，我爸爸为了要那个饲料嘛，农作物要肥料啦，要去赊账。那我爸爸人品还不错，所以那个卖肥料的人就说，好，那您先带回去，等你们收成了再来还。白天做这个农作，晚上还要去捕鱼哦。对，因为孩子要生活，哥哥要读书了。对，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当时那个捕鱼的方式也很特别，是不是？其实啊、现在是违法，当时是叫电鱼。到溪里面半夜，爸爸就要去抓鱼，然后抓到快天亮，回来的时候呢，妈妈就要到菜市场去卖。卖完鱼回来以后，他们再去种西瓜。啊，这么辛苦啊！家里那样的一个贫穷环境会造成你的自卑感吗？刚开始会啊，就觉得人家都可以去毕业旅行，别人有很漂亮的鞋子、袜子可以穿。那过年呢，我们的新衣服就是制服啦。我想在那个年代也许很普遍，可是看到别人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休息，可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去田里帮忙，所以无形中会造成心里非常的自卑，就觉得很不喜欢礼拜六礼拜天。因为都不能放假，为什么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对对对。家里穷，你会有想到说有朝一日你一定要
脱离这个环境，要给家人用好的去赚大钱，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其实只是会想到说不要用家里的钱，那没有想到说要赚大钱，心无大志，只想说，以后我读书尽量能够自力更生，尽量不要花到家里，给家里带来负担，就有那种简单的想法吧。所以在就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过是未来要念什么样的科系啦，走什么样的路。就学的时候就是把书读好。很用功的读书，其实都是前几名啊，当班长啊之类的啊，就是很用功读书，所以我没有补过习，所以我不知道补习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从小到大真的都没有补过习。后来为什么会去念美术相关科系了呢？到了高中的时候很特别啊，我们那个高中那个学校就有一个美术教室，一般的普通高中大概不会特别拉出来说一间很特别的美术教室，可是我们那个美术教室相当大，石膏像是排了整个墙壁，这样沿着墙壁非常多的石膏像，那很多的画架，就一个画室，那我们那个老师非常重视美术教育，那无形中就是往美术教室跑，因为又有一点点绘画的天分，老师又会赞美，然后就跟着同学一天到晚就泡在美术教室。爸妈呢？爸妈赞成你去念美术吗？大概他们那个年代他也不太管，他总觉得书读好嘛，我书又没有说读了很落后，又是拿奖学金，又读得还不错，所以至于我去美术教室画图，他们总觉得这个没有影响到我的课业。其实你印象中爸爸虽然很忙哦，但是对于你想画画、喜欢画画这件事情，他还是蛮支持、蛮配合的，对不对？对，我好感动。就是当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往美术教室跑。有一天我就跟他说：“爸爸，我想去画图，我想到海边，因为我们家离海边大概骑车半个多小时。那我爸爸就骑着脚踏车哦，真的就载着我到海边那去画图啊。那我那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傍晚了嘛，那我坐在海边，那看着那个浪，还有看着海面的颜色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我都看傻了。我坐在那边。”就一直看风景，爸爸没有吵我，他就在后面沙滩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坐到黄昏了，那个夕阳下山了，那要回家，爸爸也没有说啊，你画的怎么样，也没看。你画了没呢？没有，都没有问。那但是我很快乐，我就觉得你看傻了。对，那个看那个夕阳那一幕。我愣住了，我就觉得海面的颜色怎么这么多的变化，深蓝色啊，草绿色，怎么各种一直变换，一直变换，然后停在印象中就觉得好美啊。那我觉得爸爸真的是很难得。后来他们怎么放心你跑到北部来考美术系啊？因为我就跟他讲我有兴趣啊，我要考美术啊。那爸爸妈妈其实不懂，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他总之可以升学，那也不会去管你念什么。那我就说我们跟同学一起，那有学长啊在台北，那爸妈妈就放心让我来了。其实高中以前我是没有来过台北的哦，真的是乡下人，到了台北以后呢不太会过红绿灯，因为在乡下没有什么红绿灯，然后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跟他的同学带我们去走一走啊，那我有写信要寄回家，那就很巧那个红绿灯的控制器我以为是油桶，就在那边一直就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动，我就觉得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所以刚来念书的时候学费生活费都要开销啊，那时候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怎么办？就爸爸妈妈帮我注册，就是我的学费方面，那生活费呢我哥哥帮我资助，我自己在打工这样。重回一待就是十年的盲人重建院，熟悉的景物仍在。这一间呢我们的学生的教室，要搬到后面去了。那我们下班都是在这个地方玩球，就是玩飞盘啊，丢飞盘。这个是点字教室，就是在这个地方教华人点字。跟你讲哦，这一本是历史，周室东迁的时候，周氏哈，
东周。但随着时间的迁逝，人事已有极大的变换，但唯一不变的是与盲人学生的情谊从未断过。透过不定时的拜访关怀，看到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在按摩的专业领域上努力耕耘而感到欣慰，也期盼他们的认真，社会能够以行动给予支持与肯定。后来为什么不是找这个美术相关的工作来打工，而反而是到了盲人重建院八竿子打不上关系？就是因缘际会。那时候其实我就说打工啊，然后做又有家教。那那个家教的主人他就跟我说，哎，你想不想到盲人重建院去啊？我很好奇盲人是什么一回事，从来也没有接触过。那我也觉得好啊，试试看。那所以他又帮我介绍，所以到了盲人重建院。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作环境嘛， 对不对？所以他会不会有一些需要你有的一个条件的限制，比如说你要具备哪些哪些？刚开始其实打工性质的时候其实什么都做，打杂，日常生活那点点滴滴小事情都做。这个打杂包括什么？打杂吗，就是他会教你说最基本的盲人点字，要从 Bopomofo 开始背他的点字的位置。然后教科书啊，就是国立编译馆每一年寒暑假他的什么自然啊、国语啊、社会，他会发包到盲人重建院。那需要打字员，那所以这个是非常琐碎的。那包括就是也许厨房欧巴桑他可能不能来，或者是他需要帮忙煮饭，我还那时候还没有上手，刚开始就是帮忙啊、打点啊什么的，大概只是做这些简单的工作。还有就是他们也会训练我们，就是日常生活教育，就是教盲人日常生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打杂以外可能教个一堂课两堂课，因为毕竟是大专生嘛，他要教你很基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教盲人怎么铺餐桌啊，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菜是放在几点钟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盲人出去吃饭不用人家拉着他啊指指点点，他自己会去夹，受过训练的他就知道，我只要告诉他三点钟方位是肉，十二点钟方位是菜啊，六点钟方位是什么，那他就有概念。刚开始进去会不会有点害怕？会，因为都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谈，也很怕是不是讲错话会伤到他们的心。所以刚开始是战战兢兢啦。你刚开始的时候盲人对你的印象如何？因为刚开始没有多久他们就叫我担任一般的导师，所以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要点名，他们都不理我，大家都讲好说这个是新老师来了，大家联合都不要出声音，我很着急，点这个也不没有声音，那个也没有声音。我想他们是那边窃笑吗？不会，他们真的是假装没有，对，不当你存在就是了。对。然后呢，我想说盲人呢、应该会讲话、不是聋人，不是哑的。对，我就很着急。可是到后来，因为班上啊，我们那个是16岁到40-50岁都有，班上就有年纪比较大的。他就看我一个小女生那么着急就出来解围就讲话，他们全班就笑，我就知道好、他们真是整我。你是怎么样从害怕到开始去可以带他们，然后去配合他们的起居啦，跟他们去相处的？可能就是个别交谈吧，个别交谈的时候各个急迫这样。就发现说他们其实也是蛮善良，也是一般的人嘛，只是眼睛这样闭起来看不见而已。那他们觉得大概感觉出那种单纯，所以他们就乐意跟我互动。这些盲包他们的遭遇应该多多少少有跟你聊过对不对？有，就是我是怎么变盲的嘛，其实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有，其实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看到的是有的是因为车祸，酒驾就是喝了酒开车车祸啊，眼睛看不见了；有的是因为婚姻的关系被泼硫酸，就整个眼睛看不见了；有的是因为生病，那有的是外伤，
那外伤有一个个案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嗯、他小的时候跟他的表弟啊、表姐那种一起玩，不小心被剪刀戳到了一个眼睛。嗯哼嗯哼到了他念高职汽车修护科，他躺在下面的时候，汽车的下面修护的时候，又被一个东西掉下来，咚，另外一只眼睛又看不见了。我就觉得人生怎么那么无常。嗯，人生好无奈，嗯哼，这么多的变故，对，然后有的很年轻，眉清目秀，我就觉得怎么就看不见了？那有的是工作的职位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受高等教育，那因为高度近视，造成视网膜剥离，嗯哼，那时候可能技术没有那么医学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一只眼睛看不见，可能没有很注意，它会传到另外一只视网膜剥离。所以这个个案呢，他就是跟同事在上班的时候去海边玩球，被打到一边，然后隔了一个多礼拜洗脸的时候发现怎么看不见，模糊了。那他有三个小孩，全家靠他，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我相信里面总是会有一两个特例哦，会让你觉得比较挫折的吧？会，就是缅甸那边来的，是因为战争受了不好的待遇过，是不是？就是受了逼迫，全家一定要从这样国外来到卷逃，是等逃亡吗？台湾那时候年纪很小，他大概17岁吧，所以其实他是封闭、很冷酷这样。比如说他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会问他。那他总是回答你冷冷的，然后生病了也许想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他也是酷酷的，然后也许他会觉得你们是可怜我。可是我其实我后来我了解，盲人是他们不要人家可怜，他们要我们认识他，同理心。那所以呢，他的心态可能自己觉得先自己觉得很可怜，所以他觉得我们是可怜他，因为可怜就好像低一等的感觉，对，所以他大概不要那种感觉。在这种挫折里面，有没有曾经让你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那时候啊，年轻呢，不晓得为什么，就一股傻劲，就会很想帮他，会觉得他这样眼睛看不见已经很可怜了。跟人家又没有什么互动的时候封闭更可怜，等于他的心灵世界是关在自己里面，整天听收音机。这样的案例的话，当你触动了他的心弦，就一辈子的朋友。所以在这边的工作，其实你从你刚刚讲的嘛，大大小小杂事开始做起，到能够跟他们建立关系，一路这样成长，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的进步，对不对？对，但是对我来讲我付出不觉得是一个重担，可是在我的内心，我刚刚讲，我就觉得人生很无奈。人到底从哪里来？人以后要去哪里？人的一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在我的里面有不能解开的结，慢慢在我的里头，我真的那时候没办法，就跪下来，跪在床上，我就祷告，上帝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可是我真的很痛，求你医治我。我真的我说我没办法，我不会祷告，我只能这样呼求。一场突如其来的关节剧烈疼痛，潘秀霞穿梭在中西医的治疗当中，却无法查明病因，更无药可以医治。这样的打击无疑是潘秀霞生命中最严酷的寒冬。在这里你也可以到比如说大阪去实习一个月，然后你也可以去见识到很多别人见识不到的东西。是，
是有进步，但是内心里面却出现一个洞，你没有发现。对，后来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啊，我其实一直在寻求，人生的所谓的喜乐，啊，那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几个同事年龄差不多，事实上我们是很快乐，可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没有喜乐。那因为后来我就说，在里面我有很多很多累积的一些对人生很深沉的无奈啦，无奈。所以有一天当我睡醒的时候，我记得是冬天，那我就发现啊，我一个指头肿起来了，很痛。那我想，我以为前一天打球受伤，可是没几天，四五天，这次指头又痛，再来。每一根对称性的都红肿痛，然后睡醒的时候手不能弯，就变成是这样，要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弯，可是弯也只能弯这样，不能握起来。我看到我的手怎么办，怎么会这样，那很痛苦又很痛，那去看医生，到马街去看。那医生说我的尿液检查血液检查都正常，可是我有症状，他判读就是心因性的怀疑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心因性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因为心因性就是心理造成的嘛？所以它不是像一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可能其他的这个原因，你是必须要从心里面去治。对，那怎么治啊？所以啊，他说如果有类风湿性因子，他就可以开药给你吃。可是我这是心因性，但是我的疼痛不只是小指头，我后来大关节也痛，都痛，下床都不能着床，非常非常的痛。人家一走过去，好像一阵风，我就痛彻心扉的痛。那医生为了要帮助我，他就开阿司匹林止痛。那只能帮助你，因为你没有原因啊，那只能找出你真正心里面的原因。那时候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找。那因为痛得很严重，那我想那个马街的药袋子后面，我想现在应该还在，都印有一句话，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您那时候看得懂吗？我看不懂，我只知道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那喜乐的心要去哪里找？对，除此之外你也找一些兴趣来填补你自己。 对， 对不对？对。后来还造成什么日夜颠倒，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啊，我就学摄影。那学了摄影以后呢，我就把我的卧室当暗房，把我的那个洗手间啊浴室当冲洗相片的地方，所以我用黑白嘛而放大，自己做得很快乐，整个晚上甚至都可以不用睡觉，自己拍拍下来，然后自己冲，然后自己想要选要的角度。好，所以这样整个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那晚上这样的兴趣嘛好玩，那白天就上班，长时间其实是把身体搞坏了，搞坏了，搞坏，然后加上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能解的结。所以你那时候在痛的时候还要继续工作？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打字是不能停的，因为那个教科书一开学就要发给各个学校，那同事都分配好各自要打的，那我的部分呢我也要打。那怎么办呢？边打边哭。那医生说你要休息，你再不休息你的手会报废掉。可是我想我休息我没有经济来源，那该怎么办？你家人知道吗？不知道。你不敢讲？因为我觉得我讲对他们没帮助，他们会担心，所以其实我都没讲。那自己承担压力更大，对，所以恶性循环。所以我就觉得很丧气啊，就是除了马街以外，我又去找长庚，讲的方式都一样，然后我想西药压下来，那我用中药来调看看。所以呢我有中药西药，中药西药，每一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吃药，那其实都没有改善。所谓改善只能缓和一点，可是不能，还是手不能握。我知道没有办法根治。所以有一天呢，我们的院长他就叫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董事长，叫董大成，他是医学博士，那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跟他讲我的症状，那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病没有好，可是你的胃会坏掉。对，我一听连药也不能吃了，因为医生跟我讲很清楚，就是说会慢慢恶化，严重的话要换关节。嗯，那我该怎么办？那越郁闷病又越严重，越严重又越郁闷，真的是走到无路可走。那有一天我跟同事晚上我们在聊天，他就一直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事实上他们跟我谈了很久，我没有办法，因为跟我的传统信仰太多的冲突，我的认知对圣经的认知我觉得看不懂，然后我觉得那个跟我好像离很远，所以每一次我都笑笑的，我心里其实是非常硬的，我不相信。可是那一天晚上痛到不行，我跟他们说我要回房间去睡觉，因为我们都住宿舍嘛。那一个是一个盲人老师，他就跟我说你就祷告看看嘛。那我就进我的房间去了。然后你祷告了吗？进去以后我就门关起来，我就祷告，我真的那时候没办法，我就跪下来，跪在床上，我就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可是我真的很痛，求你医治我，我真的我说我没办法，我不会祷告，我只能这样呼求，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就这样呼求完怎么一点都没感觉了，就可以睡觉。要不然以前晚上是痛得不能睡觉，我就觉得就这样一觉到天亮。可是很奇妙，我第二天起来还是痛，可是我的心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我想昨天晚上这么痛，我这样呼求啊怎么就可以睡觉，我就认真的去思想，一定有一位神我想要来认识。他们以前送我圣经的时候其实我都看不下的，所以后来我就愿意从创世纪开始看。当我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有早上有晚上，我就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很有规律的。那晚上要干嘛？晚上应该是要我们休息，早上是要工作的嘛。那其实是真的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改变我的生活，我就想好，那我晚上乖乖的早一点睡觉，然后早上要很早起床，我就想到去运动。那个时段呢，我就把所有的药都停下来，因为继续吃的话我胃会坏掉，我甚至吃到我皮下出血，我的后脚小脚那个脚都出血一点一点的，那很绝望。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到很早起来，我就爬山去泰山，做了两个动作，一个就是运动，一个就是祷告。那我不会祷告，我每一天每一天就求上帝医治我，然后求上帝为我预备婚姻，就祷告这两件事。每一天每一天风雨无阻，风雨无阻。对，哇，所以后来就一年以后啊，奇妙哦，一年后我有一天突然发现，哎，我的手怎么可以弯了？怎么奇怪？怎么好像那个症状慢慢消失了？你看到现在20几年，所以每一次我一看到我的手可以这样自然的卷曲，这么简单的动作，我心存在是无限的感恩。真的不是我不看医生，是因为到这个尽头，我只好完完全全的抓住上帝啊。因着祷告寻求婚姻的过程，在盲人重建院认识的先生，虽然两人在相识到结婚的过程中经历了分分合合以及长辈的阻挡，但却无法分离两人相爱的心，如今拥有和乐幸福的家庭，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恩。你求医治，上帝真的给了医治；你求婚姻，上帝怎么回答你呢？你是怎么认识你的先生的？我的先生哈，那时候我们一起在盲人重建院，因为他高中的时候父母就移民到美国，所以其实他后来念辅大，
那辅大只能一年级住宿嘛，二年级以后要被赶出来，他就要找房子。然后我婆婆跟我院长是好朋友，找到我们的宿舍，就暂住。然后后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陆续都有认识了，到了他毕业正式当完兵以后进来，我们就是同事。那同事以后我们就交往，开始谈恋爱。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病，那时候我没有生病啊。他去当兵的时候我发病的，那他回来我已经好了。对，你们这样子交往了一年后开始谈论到婚嫁了吗？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彼此都有默契，可是谁也不问谁，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明天。那个没有明天是我们都知道他一定要回美国，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一定要回美国。那回了美国至于变化又如何谁也不知道，可是两个又彼此非常的相爱，所以非常痛苦的离开。所以当他他要回美国那一天，我还记得，从来没有看过男生那个眼泪是那么大滴那么大滴的掉，因为他大概也想到底我们什么时候会碰面，以后会怎么样真的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他的父母亲想把他留在美国嘛，对不 对？当然会劝他在那里另找对象好了。当然哦，所以在台湾的朋友就劝你说不要等他了。不要等，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说出去一定不会回来啦，他说你不要傻啦，你干嘛要等。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接触了教会，我已经开始会祷告了，我就想除非上帝是很清楚的让我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那我就要放弃。那所以呢我真的就他离开大概半年多以后，我做了一个祷告，很心痛的祷告，因为那个要下定决心，如果真的是上帝带领他不会回来，我就真的一定要放弃。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还是通信啊，就写信嘛，还是保持很好关系。我就祷告，一个是他要很爱上帝，很忠心成为神的仆人，那时候是看不见他会成为神的仆人。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信主，他信主，因为他是阿公就信主了。是，可是不是火热的，不是真正的，就是那种第三代基督徒。对，所以呢，是信仰是一个生活而已，只是礼拜天去做礼拜，没有改变生命的那种。对对，然后呢，我就很担心呐、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我看到盲人重建院这么多的婚姻的婚变呐、问题呀、那他那时候那么爱我，可是结婚以后他会不会变，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祷告，一定是第一点是这样。第二点，在那一年的年底，他要给我一个非常确定的回应，是要回来跟我结婚。从来我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如果那一年年底他没有回应，那我真的就要放弃，不管他那边怎么样，我就要下定决心放弃。就那么奇妙，到了十二月，因为我生日在十二月底，快到底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他一张寄过来的信，他上面就写说，明年我回到台湾，那我们结婚吧。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之前，我说第一点，他要爱上帝，成为上帝的仆人。在他还没有决定说回来之前，有一天我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他从美国回来的一通电话，他就说他要去读神学院。我吓得，我想说奇怪，他之前写信从来也没提，他为什么怎么会去读神学院？我就想，难道上帝真的答应了我的祷告吗？我真的是拿了电话就像触电。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从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到病的时候想去念神学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因为刚开始回到美国的时候，因为跟父母因为离开很久，刚开始像蜜月期大家都很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可是我公公因为在 LA 经营 motel， 他想要把这个事业传给他，可是我先生觉得他不是他的兴趣，所以他跟爸爸之间造成一些冲突，那理念生活各方面。那他很大的绝望是身体又生病，
女朋友又不在身边，跟爸爸跟家人冲突，所以那时候他很难过。就有一天晚上，他已经好像快绝望了，好像快被一块大石头沉到海底一样。那时候他就想到他从小到大他所相信的上帝，他就第一次很真情的呼求上帝。那那个经历跟我很像。那后来第二天他的心境就改变，就觉得哎，他昨天晚上那么痛苦的煎熬，为什么睡醒以后好像海阔天空，精神这样的。他就真的也开始看圣经。所以上帝两边同时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呢，在那段又有一个老牧师去住我公公的家，那他跟我先生两个人有很深的对谈。那个老牧师鼓励他回来台湾念神学院。可是你公公的时候还是不太赞成他回来嘛，对不对？不，你看到他那么痛苦，你难道没有想过说算了，我不要再折磨他了，我们放弃这段感情，或者说我干脆就到美国去找你，让你不要这么难过呢？有没有这样想过？有，他那时候其实写信的时候说问我要不要，不是问我要不要，他说他就写信说叫我到美国，过到美去美国跟他一起结婚。那时候我就想，我已经清楚我们未来会走全时间服务上帝的路，那我这样过去是半观光，然后再改变身份，我总觉得好像不是很正当的理由。这好像在我的未来要服务上帝的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点，我过不去。那我就跟他讲，我身份没有那个身份，我觉得我不能过去。所以后来他是怎么说服他父母亲的？其实根本没有说服，公公还是反对。因为为什么反对？因为如果说他一回来，他就是要考神学院嘛。其实后来我才体会，公公其实心疼孩子，想说他如果去考神学院做全时间的传道人的话，生活应该会很辛苦。他大概会心疼孩子受苦。所以用这种方法说，好，那你如果回台湾的话，我就断绝经济支援。那如果你没有经济，你是不是会回来？他已经很清楚，他觉得不是为了生活的关系，不是为了这个经济，乃是有一股觉得他应该要回来，因为他觉得说他的负担是华人。那华人最多就是在台湾嘛，在 LA 的华人不会比台湾多嘛，所以是因为这样又跟那个老牧师谈过，所以他很清楚，他毅然决然就回来。所以他回来之后你们结婚，公公是不是没有参加的？我婆婆回来，我公公没有回来。我公公大概想，这个儿子我最大的期望居然就没有办法继承他的事业。可是你看，断了经济的来源，然后你们刚结婚，其实需要还蛮大的。那他还在念书吗？那时候还在念神学院？我们就一起进去神学院，就一起在神学院。对，我工作也辞掉啊。那生活怎么过？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台语叫做拱大，也没有想了很多，就是知道这是清楚上帝的护照，所以我们俩一起进到神学院去。那很简单，生活很简单，就是没有去需求很大的物质的享受，所以其实都过得去。到后来神学院第二年我们还生了一个小孩耶。其实那时候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神学院是也很大的挣扎，觉得以后要吃什么，孩子出生了以后怎么办。但是我是跟我们教会的辅导谈，他就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那我不是跟一个人谈，我跟了两个不同的辅导，他都同样讲一句话。那个礼拜天牧师又讲那一句话，我自己就非常清楚，我不用忧虑我以后的生活。所以到什么时候公公才真正对你们的婚姻改观？其实事实上是到了我先生在林良堂他接受案例牧师以后，他从美国回来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大概想这个孩子通过试验哇，他就觉得以这个孩子为荣，以我们的家庭为荣。所以后来他在美国或者是到处碰到朋友，总会说我儿子当牧师哎。生下来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发育迟缓，
所以到处求神问卜，到处，那有的人就说，哎呀，那因为是你前世的关系，那这个老师就很生气，我又不知道前世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很不平，那也很痛苦。充满爱和怜悯的潘秀霞在2000年成立了喜乐家族，这是聚集一群发展迟缓的特殊小天使的团体，当中的孩子们有因先天或后天而造成身体的缺陷，也造成这样的家庭处在绝望的低谷当中。如今迎着喜乐家族，不但让特殊的孩子重获新生，更为这些家庭寻回了过去所遗失的喜乐。然后收集雨水进到我们大池，再抽到我们的总水源区。摸摸它好香啊！现在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在未来找到一处适合之地，打造属于他们的希望农场，帮助更多有特殊孩子的家庭有一个逐梦的希望园地。牧师师母，后来你们是怎么开始展开这个喜乐家族的？是你开始先做的 对不对？因为在礼拜天嘛，我就看到，哎，两个小孩是这样发育迟缓或是唐氏症的孩子，然后有一天我又去探访一个会友的时候，哎，又发现他家有一个，我就想三个，那三个会不会我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有一些谈心，是不是啊、互相疏解一些这方面的痛苦？其实想法很简单，那对这个领域又不熟悉，我就傻傻的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的确是有彼此可以鼓励啊，或是分享资讯啊，然后彼此打气的这种需求，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带他们，对不对？对，刚开始真的不晓得，我就带 我会的就会唱歌而已嘛，就带着他们唱歌，带着他们祷告，父母聊一聊。好，这个门外汉，结果在过程中一定碰到很多挫折，对不对？对，就是刚开始三个，我指的不是三个小孩，是三个家庭。对，那三个家庭呢，我就教他们唱歌嘛。那唱歌的时候，哎，一段时间带动唱哈、以我会的所有教他们，然后礼拜天就让他们在我们礼拜天的时候表演。没有想到会众很大的回响，就介绍哎他们有的这样的亲戚啊朋友认识就来。所以那一年，我2000年的三月开始，到了那一年年底就六个家庭。哇哦，六个家庭以后呢，我想哇，人越来越多，那该不能每一个礼拜天只是唱歌，我很想让他们发挥打击乐，所以就到处找打击乐的老师。后来我们一个家长就介绍两三个打击乐老师来跟我认识，那我乐坛，那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呢。他自己有一个发育迟缓的小孩哦，然后他又留日学音乐的，那我想他比较能够体会这样的孩子，对，所以我就请他过来教我们的孩子打击乐。你刚刚谈到那个打击乐的老师，他自己家里面也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医疗疏失，结果发生了状况，对不对？那其实他们夫妻本身都已经很小心，就预产期啊快到时候一直去产前检查，可是后来还是真的是造成疏忽，非常的困扰，生下来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发育迟缓，所以到处求神问卜，到处，那有的人就说，哎呀，那因为是你前世的关系，那这个老师就很生气，我又不知道前世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很不平，那也很痛苦。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辛苦，他的孩子带来的时候小学
他不太理我们的，都跟在妈妈后面，妈妈在教打击乐就一直黏着。那这样整整大概跟来跟去跟了一年哦，他都不抬头看我们的，也不问候我们的，当作我们都不见一样。可是有一天哦，我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他突然说：“师母你好漂亮！”我吓一跳啊，他会讲话了，又看到我了。从此他话匣子就打开，然后呢就突破心房了。对，然后他大概想这个环境很安全，大家又对他很好，然后现在变成我们的纠察员。我们坐着的时候不能翘脚，我一翘脚他一定不可以翘脚，那个会驼背。所以有很多是透过孩子先改变，然后去改变了父母亲的例子。 对， 对不对？没错，就是其实孩子之前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也没有他们的舞台，没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发展。所以有机会看到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吵，为什么？可是很奇特啊，唱一些特定的歌曲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唱一起跳，也许他的动作就是固定机械式的，他自己非常开心。有一次啊，我碰到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坐公车，那孩子坐一边，妈妈坐另外一边啊，我自然的跟妈妈在聊，在聊天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小孩他在唱我们教过的歌，还在比动作啊。虽然我们没有听到，可是我看他比的那个动作就是在唱那一首歌。我就跟妈妈说：“哎，他改变了。”妈妈也说：“对，他现在变得很有自信，然后就觉得很开朗。”妈妈自然的就非常的开心。还有一个孩子在你们这个其中啊，是透过了这个孩子，然后母亲看到了神迹的发生。是，就是其实有一个他本身是巨人症，那他就是也是算是智力障碍嘛。那当初这个孩子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太被接纳，那造成妈妈，我们的传统社会有了这样的孩子其实不是妈妈的错，可是压力太大，来自于长辈社会家人给予的指责也好排斥也好，压力是相当大的。那后来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以后，看到孩子这样子的活泼喜乐，然后碰到一些事情，比如妈妈在去年底摔跤脚断掉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就会跟我们讲赶快为我妈妈祷告，赶快要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每一次碰到我们就是要为他妈妈祷告。其实这个妈妈好了以后呢，回到家是要爬五楼的，然后要上班的，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妈妈就恢复，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妈妈就亲自觉得那股力量在她的心中，所以她就愿意来相信上帝。还有一个重度智障的孩子，对，他走失了。对，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是其实他也是因为生产的过程太久缺氧，后来从厦门来到了台湾，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妈妈很辛苦，经营了一些事业，也经营得很成功，可是带着这个孩子，那家庭很忙碌。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走失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到处找，发动所有人到处找。后来呢，她坐在大安森林公园那边有那个椅子，面对的是教堂，她在那边，她抬起头来，她就想到她要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真的是神迹发生了，后来是有人把他带到警察局，就很快的就找到，找到这个孩子，全家心就放下来。喜乐家族呢，现在还有一些义卖的产品跟书籍哦，你可以为我们做介绍吗？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太多这种点点滴滴的故事，所以我就想把这些集成书，让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他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书。一本第一年，前年我们出了《看见天使的笑脸》，20个家庭的真实心情故事。去年我出了一本看见，我的微笑就像一首歌，因为这些孩子虽然不能表达，可是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心思，他一个微笑可能代表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那本书叫做《我的微笑就像一首歌》。孩子也唱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音乐创作者帮我们做了这首歌，然后孩子也录了音，
那虽然五音不全，可是每一个人听的都很感动。今年年底我们要出一本书，叫做《喜乐家族》。他们还有做手工精油肥皂。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手小肌肉的发展是很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设了一个喜乐工坊，就专门做精油手工皂。平常就教他们去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他们每一个看到那个成品，非常的有成，就很有成就感。对，这个喜乐家族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会大，父母会老，父母老了孩子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很想在台北近郊，若是可以，我们想要去经营一个亲子农场。这个亲子农场可以是复合式的有机农场，有机蔬菜，也可以有餐厅，也可以有住宿。其实在走过除了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哦，然后也看到这么多孩子的经历，你最想要跟朋友分享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生命里面都会有无常，但是很多的挫折无常，相信我们有一股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心中的走下去的力量，那就是上帝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虽然不能应许天色常蓝，可是上帝应许他每天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就近他，就像我走到尽头很无能很无力的时候呼求他，他成为我的依靠，帮助我，带领我，让我也可以现在可以帮助这一群智力障碍的孩子的家长。所以我们在说很多人呢在寻找快乐，希望很快的得到这个乐子，从兴趣也好，从嗜好也好，当然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在平凡无奇的日子当中，很多人却想到要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内心隐藏着很多的迷惘或是潜藏的破洞，要怎么样得到真正的喜乐呢？这必须要经历奇妙的恩典。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无论你跟我过去在什么信仰中间，但是我们都希望找到的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见了潘秀霞从信仰中他找到了，他找到这位创地创造万物的主，这位能帮助他的主，他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他向神求，他要健康，神给他健康，他需要有一个终身的理想伴侣，神赐给他一位伴侣，就这样，就这样，他开始有了负担，他知道神就是爱，在神的爱里面，不只是让我们自己懂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还要懂得跟人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弱势的孩子，这些孩子需要帮助，他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朋友，你有负担吗？是不是你也有一些想法，可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或者你需要被帮助，你自己还很无奈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来，亲爱的主耶稣，在这时候恭敬地为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也许他有很多的困难，他需要被帮助，主求你的怜悯帮助他。也许有一些朋友他们想做一些事情，可是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做了很多地方，到处碰壁，主求你给他们力量，主让他们能够依靠你，只要你所喜悦的事情，让主你给他的这些事情他都能够完成，因为主你就是爱，你不只是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承担一些责任去爱别人。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这些朋友祷告，这些家庭祷告，这些有困难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当我们自己跟神这么亲近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还不认识神，必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需要帮助。亲爱的朋友，上帝就是爱，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愿意献身去为人家来做事情。希望这个潘秀霞他对他未来的那个亲子农场能够完成，让那些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个理想的场所，可以工作也可以在那生活，让那些孩子的父母们免于惊慌，免于担忧，让他们自己在年老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孩子也有所依靠。这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愿上帝赐福你，也愿意上帝成就这个潘秀霞他自己手上所做的工。